王浩信、高海宁出席极度怪咖拜神仪式。日前，临时演员刘可志拍完呢部剧离开之后，猝死于街头。监制林志华表示，自己同剧组心情都受到影响。至于外间传闻话工时过长，王浩信就话去了解过，工时是正常嘅。希望大家平时都要多多注意健康啊！知道呢件事嘅时候，都觉得即系好唔开心啦，好噏啦呢件事。咁你始终开我哋工，咁就头先同啲同事讲话，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做少少心意，做少少白金俾呢位同事嘅家属啦。咁但系因为暂时未联络到佢屋企人，咁所以而家都交翻俾监制处理先。另外，听讲你准备复出歌坛喎。而家同公司傾緊，咁睇下可以點樣騰時間出嚟去做呢件事。咁我自己都好積極咁樣，希望可以希望今年發生到咯。係。咁係咪都好聽嘅爹哋唱歌？咁梗係有啦，咁我哋成日都合唱嘅。